我喜欢这个味道。我闻闻。嗯，怎么样？嗯，味道和绣工都不错。谁做的？想必是静嫔吧。静嫔？哎呀，那孩子我倒是很久没见他了。静嫔位分不够，请安也只能在殿外，若非特意召唤呀，他是没有这个福分见太皇太后您的。静嫔在外面呢。嗯，快快叫他进来。是。好。嗯，好闻吧。嗯。臣妾参见太皇太后，叩请太皇太后万寿金安。好了，免了免了。皇祖母很喜欢你做的药囊，我瞧着确实比那停司供的药强多了。臣妾别无所长，只能是尽心尽力做些个小东西呈现给太皇太后还有各宫的娘娘们，多少算是一点心意吧。嗯，长公主殿下，这个是给您做的。我也有份。针线粗糙，请长公主不要嫌弃。皇祖母，皇祖母。嗯，皇祖母。嗯，静嫔过来。我知道你这孩子心灵手巧，在宫里住得还习惯吗？谢谢太皇太后关心，臣妾诸事安好，习惯。哎呀，陈妃呀，生了孩子以后身体一直不好。你是医女，既然林府把你送进宫来，你可要好生的照顾她啊。皇祖母想是累了吧，现在哪里还有什么陈妃，林元瑶乃是逆犯之母，早就死了啊。陈妃死了？那景瑜，我的乖乖重孙子呢？他在哪儿啊？今天怎么没来呀？快快快，把他叫进来。还不快下去。皇祖母，就快去。皇祖母，是。太皇太后，皇祖母您没事吧？太皇太后，我的重孙子呢？